陈乔恩惊喜现身杭州参加品牌活动，刚刚从剧组赶来活动的她，结束后又立马要回剧组，说是女王实力演绎了，不是在拍戏就是在拍戏的路上。高产的同时，陈乔恩的戏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质量，由她主演的《孤独皇后》也被观众们评为最受期待的电视剧。现场她介绍，这是个和《东方不败》一样的霸气皇后。这个皇后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后，但是在电视剧里面，甚至任何的影视作品里面，很少把它单独拿出来再讲这个皇后的生平事迹。是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天时地利人和了，可以遇到她。这部还没有开播，下部就已经如火如荼的拍摄中了。此前陈乔恩在新剧《壮志高飞》中的空姐造型曝光，霸屏长腿十分性感，让人十分的期待。她还爆料戏中打造的是真飞机。现在在拍一个戏叫做《升空高飞》，然后这是我首次尝试演一个飞行员，航空类型的。对，然后要开飞机，剧组就真的去买了一个飞机啊，我们买了一个飞机拆掉，买了一个飞机，剧组是多有钱啊！剧组是为了制造更好的戏效果 ，OK， 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，所以我们要去学一些飞行员的。